第一回，黑旋风跳舞，真理葵出道。没错，跳舞的李葵是我。跳完，我就被索尼的朋友拉黑了。哎嘿，不用还了。半个月前，索尼的朋友问我有没有兴趣打造自己的虚拟偶像。没有。没有任何困难可以阻挡我对科技的热爱，我必须得打造个虚拟偶像。但是第一步就把我难倒了。要打造虚拟偶像，得先有一个 3D 的人物形象。我理想中的偶像呢，应该是生动的，极真诚，可爱，耿直，勇敢，仁爱，为生的要给人力量的那种。你在做什么？必须得去。One time， 你简直啊，就是要不然我是个大恶人啊！啊，不是八嘴，再来一窝老虎，俺也照样杀他。哥哥，他如此无礼，俺家吃个肉都没有。谁不喜欢一个孔武有力的哥哥呢 ？OK， 想法是有了，但是这个人物模型怎么生成呢？我一不会画画，二不会建模，没关系，勤能补拙。我终于找到了不用考验建模能力的软件，用默认的形象去改就可以了。首先呢，就是要选择一个娃娃，然后呢调整他的五官。哎，这个默认的眉毛好像缺少神韵啊，还是自己画吧。胡子怎么画？只能在脸上画吗？哎，头发可以画，可以把头发画成胡子。啊，我太机智了。再来两个小啾啾，小啾啾是我们黑旋风可爱的灵魂。声音要犀利，凶狠。好了，咱们就是说，经过两天两夜的手搓练习哈，我的偶像终于要跟大家见面了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头的神韵呢，还算是有了，但这个身材和衣服哈，我真的是调不了。算了，先给大家随便穿一个这个软件自带的套装吧，试一下这个模型能不能导出来用吧。模型呢是死的，要想让它变成生动的虚拟形象呢，就需要让它的表情动起来，四肢动起来，这就需要用到动捕的设备。好在一开始呢我就已经借到了，但是收到之后呢，我感觉自己被骗了。一套动捕的设备哈，就只是装了6个圆形大纽扣的小盒子和一套绑带就没了。这跟我想象中的那个动作捕捉哈完全不一样。啊，那种不是最起码得穿个什么一套衣服，还得在脸上贴很多点，然后架很多支架的那种吗？后来我查了一下哈，那种电影里面的动捕呢叫做光学动捕，精度呢很高，成本动辄高达100万元以上啊。哎，不是我们普通人玩得起的。索尼这个呢是惯性动捕，这个一套设备的价格应该是2000多吧，精度呢肯定是比不了电影级别的动捕的，但是拿来做虚拟主播啥的，甚至搞点动画呢是没啥问题的。怪不得索尼老哥随随便便就能借我一套动捕设备，原来是不贵呀。哎，有点失望，还是先试一下这个设备怎么用吧。这6个大纽扣呢就是传感器，使用它们呢不需要电脑，只需要下载一个手机 APP。打开之后呢，先连接这6个传感器进行配对，不同的颜色和文字区分开来应该戴在哪个部位，之后呢就可以点击 APP 校准，然后就校准完成进入主界面了。哎，进去之后呢，它有一个默认的模型，是一个头上长了呆毛的穿裙子的小姑娘。现在我就是这个小姑娘了。向左走，1、2、3，向右走，1、2，蹲下。哦，坐也可以，坐，你可以盘腿坐都没问题的。我躺着呢。躺上了，啊，我真的立不起来了，我只能这样子。就刚刚我应该就是那个酱，就是那个酱的酱。还有就是那个女孩嘛，然后现在还可以选择一个 human。风火轮会不会？嘿嘿嘿！
脖子的识别，头的识别。像这样，这样歪头是没问题的。但是你要像打扮成的姑娘一样，打扮成的是我这样歪头，这样就不行了，没有办法像高启强那样。高启强，哦，高启盛，高启盛，没有办法像高启盛那样。高启盛是，嘿，很真啊。设备和软件呢，确实都熟悉的差不多了。现在呢，我就要导入我的李逵，看他能不能动起来。服装，看这件衣服怎么样？好憨啊！就是我嘴巴在说话的时候，他的嘴巴是一起在动的，是声音捕捉吗？我看我把这个麦克风关了，他还会不会这样？不会了，不会了，叭叭叭，叭叭叭叭。阿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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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他可以选择五种手势，所有手都可以选，换到 OK 吧？可以跳一个孔雀舞，他是可以选择表情的。嘴巴好大，生气，哼，哈，雨下，放松。这背景是干嘛的？哦，换成了这个绿色之后，他就可以抠图了。还有蓝色、白色、白色，哦，其实 RGB 是可以自己调的。好，看一下这个 AR 是做什么，就是，哦，我卡了自己，卡了自己的脖子，我卡了自己的脖子，再高一点，它就真的像坐在我沙发上了。啊哈，是时候准备出道了，先练习一首孔雀舞吧。我真的忍不了了，我还是得找人画一个真的能出道的李逵。好在呢，后来我看到他 UP 端导入头上最底下的选择里有一个叫做泥影的 3D 虚拟人平台哈，连续呢有一些模型可以免费用，还可以私人定制。于是我大胆地提出了我的需求，发了很多的参考过去，接下来就是等。但是在等的这天呢，哎，我又发现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模型。看一下 Mocopy 这个软件是不是只能识别人物。首先呢，就是这个风之杖的林克，哦，好小，好小，老流氓林克，老流氓高启林克，腰在动，看你感受到了吗？头在动，孔雀舞。好柔软啊，他腰柔软就算了，而且他拧过来的时候，他肚子上还有赘肉，你看，看到了吗？哈哈，对啊，我是一个茄子，这个茄子他也有手有脚哎。你知道他牛在哪儿吗？你看我手动啊，他的萝卜的。对着萝卜的一个小村在动，我可以去演捉妖记了。这下，哇，这个狮子可以啊！噔噔噔噔噔，噌噌噌噌噌，耶！噌噌噌噌噌噌，好的，好，哪边开业大吉，然后我要去开始舞狮，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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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知道这个怎么有点像我，他会说话吗？他会说话吗？阿巴巴巴，不是，啊，动物真累。今天的身体真的倍儿棒，我的腹肌，不好意思，年纪轻轻。虽然得了黄疸，但是还是有腹肌。跳个拉丁，
不行，跳哪里就不行了，跳哪里就飘了，飘了。哇，这个鸡蛋好可爱啊！鸡蛋跳起来，它还有那种缓震，你明白吗？它不是非常生硬的。啊！我们两个，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。哦，在这里。我美不美丽 ？OK。吹，别吹毛。弹它，弹它，压扁。哇哦，这是一个酷炫的插座人，汽车人变身。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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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终于经历了漫长的等待，我的李逵即将闪亮登场，请大家欣赏《李逵出道曲》完整版。去看老娘的。啊，原来是我做虚拟偶像，不是我的虚拟偶像。